现在让我们来介绍我们与会的长官以及贵宾。We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our guests and friends present with us today. 首先我们要先介绍的是我们的大家长，也是我们的陈菊市长。First of all, we'd like to welcome the mayor of Kaohsiung City, Madam Chi Chen.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也是我们的教育局局长郑新威局长。The organizer of this year's festival, Director General for the Education Bureau, Dr. 新辉镇。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议会的教育小组召集人，我们的童彦珍议员。The convener of the Education Committee of the Kaohsiung City Council, Councilor 彦珍童。也感谢今天参与的所有的议员，感谢您的参与。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我们保加利亚的艺术家。Let's welcome Varna Stoykova from the Varna State Puppet Theatre from Bulgaria.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美国的艺术家 ，followed by Mr. Larry Hunt from the Mosque Theater from the States。最后我们想要介绍的是我们的儿艺节总顾问，也是我们文藻外语学院蔡清华主任。Finally, let's welcome the chief consultant of this year's festival, Mr. 清华蔡。是，那。我们呢也感谢看台上所有的来宾，因为有你们的参与呢，所以我们今天的儿艺节会更加的精彩。Welcome everyone to our festival. 那我们现在要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陈菊市长来致辞。Let's give a round of warm applause to Mayor Chi Chen to say a few words to us. 请致辞。谢谢。各位亲爱的小朋友，各位家长，各位我敬爱的市民朋友，市民朋友，大家阿曼，大家好。啊！今仔日是2012年高雄市儿童艺术教育节，今天正式要开幕，我们非常感谢。辛苦的承办单位，我们教育局，我们郑新辉郑局长，跟所有学校的校长，跟郑局长所率领的团队，大家应该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他们。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在高雄市议会，我们教育小组的召集人一向非常关心我们教育儿童的发展等等，我们的童彦珍童议员，谢谢他今天虔诚参与。谢谢议员。谢谢。我们在这里也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一次我们教育儿童艺术教育节的总顾问，也是我们前我们的教育局局长，现在在文藻外语学院，我们的蔡清华蔡教授，谢谢他，谢谢。谢谢蔡教授。再次欢迎蔡教授。我想在这里也要代表我们高雄市277万的市民朋友，来欢迎来自8个国家的表演团队，有来自于，我想今天在台上保加利亚的艺术家，有来自于美国的艺术家，我们先用掌声表达我们高雄人的热情，欢迎他们，谢谢。Let's welcome all the international artists to Kaohsiung this year. 我们今天还有来自韩国、美国、日本、保加利亚、比利时、瑞士等等，包括今天有很多在场的表演团队，高雄市欢迎大家。
我想我在这里要跟所有的市民朋友报告，今天我们的儿童教育艺术节今年迈入是第三届。我想过去我们借着整个儿童艺术节，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有机会跟国际之间不同的儿童表演团队跟他们交流，跟他们之间互相的观摩学习。我觉得我们儿童艺术节承办三年以来，一年比一年更进步，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也谢谢我们的议会大力的支持，我要更要感谢我们那么多市民朋友，大家鼎力在后面为我们加油打气，所以今天我们的儿童教育艺术节能够越办越好，要谢谢大家。在8月1号到4号，我们是对不起，在我们这个高雄市的儿童教育艺术节是8月4号到12号，但是在这个之前，我跟我们教育局郑局长等等我们几位的团队，我们特别赶到琉球，因为冲绳市的市长特别邀请我们高雄市参与在琉球整个儿童教育艺术节的所有的开幕式。我当时我会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们高雄市有8位小朋友来自于莫拉克台风，我们在很多山区受到莫拉克台风受灾的很多小朋友，不管是我们的原住民、新住民，或者是客家火肉，我们有8位小朋友参与，有一个 rock， 有一个很好，大家很感动的表演，跟其他的国家，日本的小朋友、韩国的小朋友，他们过去都不认识，但是借着 rock 这一部所有的一个剧场，他们用他们的动作，然后大家一起表演，现场的人大家都非常的感动。我想冲绳市的市长，我们的东门美金子市长，他们也非常的感动。我们这一次我们的教育儿童艺术节是跟所有琉球同步来进行，我们的东门美金子市长也要在8月12号参与我们的闭幕典礼，让我们的所有在亚洲地区，因为有高雄的参与，有很多韩国、日本等等很多国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我们连成一线。我记得整个东门美金子市长说，认为借着儿童教育艺术丰富我们每一个孩子的生命，我们真的非常觉得参与儿童教育艺术节，让我们每一个孩子未来的生命是彩色的，是多元的，所以我们会觉得高雄市非常认真在承办我们儿童教育艺术节，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朱总监朱曙明朱总监，在这个过程之中做了很多非常优秀非常好的规划，让我们的艺术节一年比一年更精彩。所以今天我想我们今年的主题借着山跟海之间的对话，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高雄市在从去年县市合并以来，我们高雄市比东京都还要大，
2,946平方公里，有人在天边，有人在海角。我们不同的儿童学习对话，我们要对话合作，追求进步，追求让自己所有每一个小朋友不断的超越。所以我们非常喜欢山跟海的对话，也是表示台湾社会我们有不同，但是我们学习欣赏不同，我们要对话，我们要和谐。所以今天我们高雄市2012年儿童教育艺术节，我们要预祝我们的艺术节圆满成功，也要祝福所有在场我们所有的贵宾小朋友好朋友，所有的市民朋友，大家健康平安快乐，谢谢大家，多谢大家，多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市长的支持。Thank you, Maris, for your best wishes to our festival. 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与会的所有的来宾，还有我们外国的表演团队。Let's welcome again all the international artists present with us today, including Varna from Bulgaria and Musk Theater from the States. Also Joyful Theater from Japan and Korea. Welcome everyone. 好，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我们的一个抽奖的活动。现在线上闯关 level， 对，是，我们就把我们与会的来宾呢，将我们的手呢放在这个神奇的水晶球上面，然后我们的水晶球就会抽出我们这一次线上闯关活动的得奖者。好，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抽奖的活动哦。我们幸运的得奖者呢 ？The winner is 金丢金丢金丢，气球气球气球，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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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已经出来了，好，我们的，谢谢我们的那个。